新华社发布的报告，不过是讲了一些真话，把美国霸权霸道霸凌的行为客观地展现给世人。从伯恩斯大使的推特来看，美国不习惯听真话，更不愿正视自身的问题，把所有对美国的批评都称为宣传。我们要告诉美国大使，强权外交和胁迫外交才不是大国应有的风范。 美国大使要做的，应该是把真实的声音报告给华盛顿。美方要做的，应该是摒弃霸权，尊重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摒弃霸道，共谋和平相处之道，摒弃霸凌，致力于互利共赢。